大家好，我是彭广林。这次我们东吴大学音乐学习管弦乐团跟来自于俄国的小提琴家 Hayk Kazazian 合作演出的6月12号的这个协奏曲之夜，我先来提点几个重点的，让大家去思考一下。第一，他在2008年的时候就已经成为莫斯科音乐院的小提琴教授。第二，2015年的时候他获得了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大赛的第三奖，但是他那时候已经是莫斯科音乐院的小提琴教授，这个压力真的是不小。更让人压抑的是，在今年2017年的4月他又获得了德国柏林国际音乐大赛弦乐组的首奖。从这些征兆里面依稀地透露出他这一位小提琴家他的人格特质。根据我们之前接触到的情报，大家对于这位俄国小提琴家 Hayk Kazazian 在台湾的知名度似乎不是那么高。那我们这次东吴大学卯足了全力，加上我们学校的校方社会资源处的全力的一起合作之下，我们决定要好好的将 Hayk Kazazian 他在国际上面小提琴表演的艺术水准上面应有的地位，完全的忠忠实实的呈现出来。我们发现到这位小提琴家，他不断的在完美他自己的小提琴演奏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听。